下一首歌是我自己写的，然后这首歌叫做，我其实也不知道名字，然后它主要就是在讲说，就是我们可能都是一个像尘埃的东西，但它不是我原本写的一首歌，它是另外一首。然后我本来想要讲，就是可能有一个尘埃，然后我们都是很偶然的相遇，但是后来我又想了一个，就是其实我们可能都是一个尘，一样是一个尘埃，可是我们都在等待，就是哪一天可以发光。然后不管你是在哪一个行业，总之就是发光。然后主要的功能就是照亮别人，其次就是照亮远方的路。然后我就很有感觉，然后就写下这首歌。然后好，有点恶心，没关系，有时候就需要这样子。好，我来开始。谢谢。